娱乐频道综合报道，日本混血模特儿要真内美，11岁曾参加 AKB48 甄选，平生最五官受封第一萝莉，还成为 Team B 最年轻成员。2011年从国中毕业后便消失在演艺圈，神隐七年，近日宣布复出。长大后的她不仅没长歪，反而还撞脸迪丽热巴。奥真奈美拥有一日混血血统，大眼挺逼模样相当受欢迎。当年因太小进入演艺圈，未能好好体验校园生活。2011年升高中后，从此消失在荧光幕前。直到近日才以模特儿身份重回演艺圈，不少粉丝担心童心常歪。22岁的奥真奈美已是大学生，原本的婴儿肥变成瓜子脸，眼神少了稚气，多了一些妩媚感，俨然从第一萝莉升格为最美女大生。奥真奈美11岁进入演艺圈，翻摄自网路奥真奈美神隐七年，近日宣布复出。翻摄自 Instagram 奥真奈美神隐七年。近日宣布复出，翻摄自 Instagram 奥真奈美神隐七年，近日宣布复出，翻摄自 Instagram。